OK，开始啊！刚刚为了讲这个跨域，我还要又重新写了一个 PPT。OK，刚刚讲到那个session 与这个 cookie 与 session，什么是 cookie，什么是 session，都懂了对吧？还有这个 session 的资本操作，这边呢主要是讲这个定义 cookie，还有这个 cookie 跨域。OK，怎么定义，怎么设置 cookie 呢？比如说这个。先不设置，先来讲一下这个，比如说，百度，看到 cookie，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名称对吧？这个呢，值，这个域呢，这个域先不管，放在这里，还有这个路径是干嘛呢？比如说，百度点 com。是对这个路径以下的目录，比如说这样，这个 cookie 都是有效的。那如果我把它设置成这样呢？路径的话设置成叉叉叉叉，那这样还有效吗？这个 cookie 还有效吗？对这个目录还有效吗？一样的呀，有效的呀。没效。那叉叉叉叉路径是吧？我说这个目录就当前就有个杠，就有个杠，就这个杠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呢，说明的是叉叉叉只能是对这个目录下有效。对啊。那这个目录还有效吗？其他目录呢？就这个目录，那这个目录有效吗？有效吗？没有效。啊？啊？里面目录没有效，叉叉好，后面的目录才有效。对，那如果这个目录呢，这样的目录呢，那如果这样的话有效吗？没有效。那如果这样呢？有效。好，那这个过车时间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绘画什么意思？OK，这个时间。再来走一遍。比如说，我开启个。这个对吧？要是有个然后 cookie 是这个，它显示的是绘画。好，那如果你把它这个值，复制一下，你要置入这个是这样的，这个值啊，置入啊。然后我把它浏览器给关了，然后又打开，你说这个值还。会改变吗会改变啊。？OK。绘画会改变，因为它有效期。看，对吧？OK。还有这个原始大小，这个域。可能我们那个来那个 PHP 的设置叫 cookie 啊，就是说名字是什么 name。值是什么？有效时间是，是什么？100秒之后失效。路径有效路径是这个，有效域是，可以上线，没有毛病吗？重新关闭。要 cookie。过时时间是这个。删掉，就不给它定义，对吧？那还存在吗？我在关了之后，然后再打开。应该是不存在的，如果是100秒后会存在。你看还存在吗？喂？
啊，你到等太阳，太阳几分钟啊？几分钟嘛，是最后吊上去的，吊上。哎，没事，没得喊啊。Hello。你刚说没效，还是有效？它100秒后就没有效了。哦，对。那么同理，我讲到跨域了啊，比如说我定一个。打开session，然后它会返回这个名称给你，对吧？那这个是干嘛呢？这个我还没说，后面我会说，就是说这个是获取当前的内容值，就是获取这个，我不是指啊，就是获取，找等一下。就是获取这个名字这一块，说说给你看，没有毛病吗？没有毛病。OK， 那如果我设成这样呢？我再往里面写一个这个，行不行？你先看这样，你直接看这个，这个是干嘛的？名称啊。这个呢？那个库给值啊。这个是有效时间对吗？有效路径。有效路径。然后这个是有效的域。没有毛病，看得懂吗？对。那如果。这样啊，就是这个内容等于心中，然后再打印和 session， 你把这句话看一下，所有以这个什么域名结尾的20域名都共享该 cookie。就是说这样，比如说这个域名设置有效对吧？对。但如果我访问了这个，比如说1.xss.ca， 然后呢，我还会携带这个 cookie， 然后只是这个，听懂吗？好，来做个实验。说访问的是这个 XSS 点 CN， 然后使用当铺，然后定一个 cookie， OK， 访问一下，我说的我改了吗？输出心动对吧？OK， 那如果我访问这个，访问是这个 ，Viable W 啊。就直接打印这个session会是什么，会输出什么，我访问的是这个，
会输出什么？一样的呀，跟刚刚那个一样的。什么叫是吧？好，访问。一样好。OK。理解吗？没毛病。OK， 那如果、啊、我把这个有效路径设置成这样 AAAAA， 对吧？能看懂吗？能看懂。OK， 把那个程式给删了。问他说，他说什么？只对这个路径有效，对吧？嗯。那如果我呢，再去访问这个，会输出什么？新空吧。没有毛病吧？嗯。那如果我是后面加了四个 A 呢？哎，错了错了，反了反了。那如果我再加这个后面加了四个 A 呢？这是新东啊。好 ，OK。那继续讲，我们又回到 session 了，又回到这个session。然后里面的 session ID， session ID 刚刚讲了吗？讲了呀。好，深入这个 session。比如说呢，这个是设置那个 session 的保存路径，就这个。嗯。还有保存的方式，还有一个是生命。session ID 的生命周期，就是说什么是回收这个哦，这里说错了，这里是，比如说这里，比如说这个 session， 我刚刚不是打开那个 VPS 吗？嗯。你刚刚看了不是那个 session 文件是很多了吗？对。那么它，我刚刚说过它会定时的去删的。嗯。就这个，需要设置成这个，这个你理解一下就好，不常用，因为你现在做的是那个外部安全，但这个的话，对那个安全没，我说是这个这些方面的，就设置这些方面的，对那个外部安全也没什么多大利用。能了解一下就好，因为我现在估计也忘了差不多了。这个开始的话，还有就是这个，刚我这里不是要敲这个吗？这个就第三行对吧？嗯，要开启啊。对，那么我把它删了，它还开始吗？没有用的呀。好，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那个 PHP 点 I 那里设置成一，就是说整个站都是有那个开启的，零是默认是不开始了，不开始的情况下呢，必须要用到这个。如果设置是一的话，这个是可以不用写的，它默认就开始了。嗯。总结一下，就是说学这个。
Jason 与 Cookie 对那个线路安外部安全是很大的作用的，这个你必须要去了解，必须要懂。刚刚说那个没什么用，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啊，反正我现在都已经忘光了，就这个。哎，这个一般不用来，就这些设置的这些，你也不用去死记硬背，如果你什么，比如说忘了，你可以直接去百度就好，就设置这些，比如说这个是干嘛的 ，session ID， 哦，这个那说这个嘛，比如说你也不用去特地的去那个死记硬背，比如说这个 session 点 name 是干嘛的，你不用去死记硬背，你能懂就好。比如说如果我把这个改成什么呢？改成 AAAAA 会怎么样呢？这个名字的事先的前端会改成 AAAA， 就是这个对吧？你说是这个对吧？会变成 AAAA 对吧？嗯。OK， 能懂。这个就是不需要去死记硬背啊，你能看得懂就好。还有就是默认的 cookie 的跨域，默认空就不能跨域。跨域，好，下面讲的那个文件上传，这个后面讲吧，休息一下。